欢迎我们的高智哉郭祖义郭师傅。郭师傅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塑料理？好玩的，好玩的哦，好吃的哦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小朋友要看到就马上啊，我要吃哦，太适合我了，太适合我。我可以教我们家小朋友做吗？来，也可以。OK 吗？亲子互动。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今天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做一个黄金地瓜球。地瓜球。对，地瓜球。小孩最爱了耶。对啊，首先呢，咱的地瓜哈，已经得点过来在吹啊。地瓜也点过来在吹啊。咱这样呢，它切片有无哈？好甜，好香。来。但切片哦，这么烧烧啊！对对对，这么嘛就是啊。对啊，其实我这么手会烧啦，烧啦，哎啦，对啦，这袂烧啊，烧过来，烧过来青烟啦。青烟啦，切片对嘛哈，然后这水哈，它倒掉哈。水要倒掉。水倒掉。来，这么呢，它放来对，切片哦，咱头要切片就紧就熟啊，我电脑在吹啊，吹南瓜啦，吹地瓜，吹红萝卜啊，只要切片非常快。对啊，唔好话吼，慢慢规条去吹，要吹啊，电视啊，真的。好，这么那地瓜，安尼做简单就好啊嘛。这样了哈，来，咱要敲这个地瓜馅。那地瓜皮怎么弄呢？来弄呢？来，咱的。番茄粉、地瓜粉，地瓜加地瓜粉哦。对呀。竟然用地瓜做的，怎么看起来不像啊？好了，再进来，喏。哇。今麦来，各位妹，不用把地瓜压扁吗？没有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咱直接来敲。来米粉。米粉。一点米粉，再100克。100克。200，100，好不好？2:1。有，咱今麦。那地瓜要多少？地瓜500。500。500哈，好。那这个做这皮，那包前面我们给弄个包啊。对，再包的啊。没加水吗？慢切，你今麦好夸敲，因为他都话唔敢一声个落去。用的来对起啊，烧会烧对不？对。咱即卖吼，它悄悄来等呢，再配哇，足 Q 的哦，真正的。粉你看这烂来烂干怎的？妈妈你看哦。对。就是边啊碗袂凉。对。对啊，你看碗足清气的。对。如果呢，就这样的感觉就对了，对不？对啊。安尼弄一下嘛。足简单的啊。做葱油饼啊，我做葱油饼哦，差不多嘛是安尼。好了，来，咱地厨的就是安怎呢？来，我可以帮忙吗？来，还等一下，还没有。我们呢，等一下做大颗一点。做大颗一点。对，做大颗一点。来，我们一个，就像这样子哈。那这样怎么包？等一下，来，先放这。那你帮我，这不能要大了呗？你帮我哈，那个什么纸巾有没有？帮我弄湿一下，一点点就好了，水不要太多哦。因是安讲呢，因那么用哦，咱顶面那么看得淡的哦，足紧个打伊啊。对。出来对咧，你得用这个厨房纸巾，这较袂破啊。啊，甲滚蛋。对啊，啊，砍一个吼。好。今麦来要钓内线，咱头拄仔讲内线有偌好食，你捌过过人来钓的，因咱今是要做素的。素的。搁爱香。怪好吃，来你加了酒，加了个爆浆。还好啦，那整个热气会爆出来，热气会爆出来。加什么呢？来，这边呢，我们先加酥肉松，阿哥，咱就加两钱咸蛋黄，脆油汤。切好鲜，几颗？打切3粒。3粒。嘿，这吼打坑鱼丸。阿爸，切好油。对，它要几颗？哇，这样看起来很好吃哦。那你钓起来是不是拢松松？还有这要包边哇？这个我讲，这包咸月饼也不错。对啊，但是安尼松松做歹包一点吼，阿未达到我们太多公公话哦，烫嘴这种感觉。对吧？来，我们现在呢？直接，我们再有一个好料的加上去以后呢，外公，因为这东西是他的媒介，媒介啦，无这物件绝对袂使啦，应该有这物件就丢啦，做媒人啦，对，它才会成一体，看着这囡仔生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到底要加什么东西，我们的酥肉丸子里面的馅才会结合成一体呢？请看 ，mayonnaise。对，那你没奶汁哦，把这个馅就粘在一起嘛。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慢慢加哈，慢。啊，你
啊，你敢买迄啰？比如说打打啦，是安怎？哦，等下吼，还是讲伊肉素会淡去啊？会淡去，可是没有淡去。哦，淡去，可是还是会酥吗？哎，会会哦，而且只有素的才会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荤的就不会。对啊，是素肉松的条件特别好。就算你吃荤的人，请买素肉松来包。对啊，是安尼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来，来这边来，来这边。辣椒，香哎！他喜欢那个做饭的呀，他都在跟着黏没来吃。其实就很像红豆馅那个黏度啦。对对，没有错。那包门跟阿洛是迄黏黏迄个感觉嘛？对对对，啊，像安尼哈。要捏一下就好啊。像安尼哦，安尼那个，安尼黏黏啊，有啊哈。这就是我们的内馅。好，好，那内馅好了，我们就要开始包了。包怎么包呢？来，这边呢，我们台多啊，现在。几碗几碗对吧？对。捏下去，再来呢？捏下去。来，几碗呢？啊，变成几碗？哦。一窝，慢慢压哈。哦。然后再来把我们内馅呢，把它装进来。来，不要装太多哈，就像这样子。来，在虎口这边呢，慢慢缩，慢慢缩。我来去做吧。哎，别，安尼个。在虎口这边慢慢说，对，慢慢说哈，阿达底下起接啊，然后让它进去哈，对呀，对吗？啊，啊进去以后呢，这边呢要收嘴，收嘴，好，喜欢呢，阿弟们来，过来，收收，啊，收，看看，看看，来看看，有这水的看没啊？有喜欢呢？哦，这样搓搓搓啊，捏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阿弟好省嘛，好省，好省，好省嘛，来，阿弟的油温呢？来，那叫去决定哈。那你油温呢？转社会哈，啊，油温呢大概70度就好了。温油千万不要高温油。好，高温油的去掉。别变色啊。嗯，啊，可以变。变哦。来，我们直接呢就把它放进来，哦。哦。而且啊，你看这颜色是天然的呢，跟我这沙色色最就是。对啊，啊，别容易进进哈，来。天然的颜色。再把它搓一搓。搓一搓。搓一搓哈，来，喜欢呢，妈妈注意。来，安尼一个一个，哦，咱给包两粒来吼，来，直接呢，哦，啊来，那我们现在这边呢，就是可以慢慢炸，好，然后呢，油温一定要怎样呢？60-70度的时候呢，就把它转小，很小的小泡，很小的火，那慢慢煎，一煎煎哦，这时间哦，差不多爱。4分钟去5分钟呀。哦，啊，那真有些我会恰恰。它外面它会浮起来。哦，浮起来。它浮起来，哇，一瓦不要成什么恰恰一种，像那金金的金黄色一种感觉。地像那薯条安尼。对，啊，你咧煎吼当中一定要留啊，用这低温。背起来，背起来。要背起来，背起来安尼。哦。我们稍炸一下。对啊，好，来。姐姐。哇，黄金秋冬浮起来呀，哎。浮起来就好水哇。好可爱。对啊，哇，这小朋友一定很爱啊！对啊，啊，那表示讲啊，内底已经啊，它已经熟啊，熟啊，来，今麦来，咱这个开大火一下。其实某些内底嘛，啊，不过咱这皮爱熟啦，皮内底也是 OK 啦，皮爱有熟。对对对对，啊，普遍表示拢熟啊。对啊，哎，今麦吼，这皮吼，这个咱它都是较厚多，对，也 QQ 啊。哦。你看它都加什么？加外酥内软。面粉加地瓜粉。对对对，它会怎样？有粘性，有个 Q， 个好吃啊！外面会酥酥的吗？哎，外面哦，很香哦，很香，它是 Q 的感觉。对，哎，个好啊！哇哇，一粒一粒，好漂亮！囡仔大看到这，真的好漂亮哦！可想要吃啊？对，好漂亮哦！赞哈！那叫水！来来来来，那种东西啊，不离亚高级的。对啊。哦，真的，很迷人。对，真的非常的迷人，来，这里啊，哇，好可爱哟，哎，酥的哎，对，加个海苔粉，海苔粉装饰，压起的，哇，那整个，对，好高级哦，但你那你没整整个稳的都加了啊，哦，好高级，好高级，好，安尼好，哇。你看，我们特地切开一块给大家看里面的馅啊，来对啊，那块没有，有没有很澎湃啊？看正面是这样一颗球，来对是中空的哦，中空以往很热，你加一阵那还是较细腻的，而且切开啊，热气香哦。
嗯，外面酥酥的，里面软软的，然后里面咸咸香香，又一点甜甜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肉松加咸蛋黄再加梅子蛮好吃的。对啊，因为梅子就是甜的啊。那个让你素的肉松呢，它是咸的。再加上我们咸蛋黄，它是香的。它上面还有点那个海苔，没有海味。对。哦，好吃哎。那个外皮呢，它比较酥一点，但是里面是软的 ，Q 的，可以说是 Q 的。那你麻吉？哎，外面不像，里面有点像。对，没有错。哦，好吃，咸香，甘香味。对啊，阿姨那吃起来一条一条一条在偷啊。好 Q 哦，那所有里面馅都可以换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对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把皮把它做好，要包什么都可以啊。但是我是建议，有时候你要加红豆啊，加黑一斤都。大家都习惯了。啊，你要让人家惊奇的话，就变不同的内馅出来。包萝卜。哎，也可以哦。对啊，你包你可以给他弄个一包，希望买啊521记得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谢谢方叔，谢谢。妈妈，记得黄金地瓜球 ，Q 弹好吃撇步，地瓜木鸡鸡蛋。第一，地瓜面皮爱用脆细的旱鸡，旱鸡粉、米粉当做半焦温。你啊，在软软 QQ 真好食，弟弟来啊！咱就当用素肉松、咸蛋丁，再加上美乃滋半焦温，安尼。